等等等等等等等，等我来，等我来，打你哦！哎 ，OK， 哎，哟，还不放弃啊？想抓我？等我一下，回城回个想得美。我上去卖波了，哎哎哎，走着。OK。怎么大家都在直播啊？这么勤奋？你有时间问我，不如算一下自己的直播时间。月底不当人系列，了解一下。一个月才45个小时。我应该没剩多少直播时间了吧？签合同的时候都几号了？而且瑞哥说我这个月可以打折扣。这周3次5个小时，加上上一周25、30，我的天，我还剩32个小时啊！算明白了，欢迎来到地狱。队长，好看吗？对啊，当然好看。这里训练贼魔鬼。当然好看，好看也是你前女友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走了。直播时长不够怎么办？扣工资啊。不过像我这种穷人是不会给战队经理这种机会的，所以呢，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要在直播间里经常看到我啦。好，开始排位上分吧。我先搬啊，搬什么好呢？我想一下。阿泰小号在对面。嗯。你搬个万年没人用的海房主干什么？我手滑了，搬错了。你就这心理素质？对面选清星灯，你选炎魔，你没带脑子？选清机。哦。从我说阿泰到现在，一共7波兵线，28个兵，你漏了15个。我要是你队友，我就挂机。你别说了，我的兵现在是16个。补个兵就6级了，打野在来的路上，你慌什么？20年守护，一被打压就知道跑路是怎么回事？不看队友位置，只看自己经验条，又怎么回事？抑郁玩家水准。阿泰到底怎么你了？是杀了人还是怎么样？这么害怕他？你别叨叨了，我马上就要起飞了。敢这样和我们成哥说话？老婆最厉害。6666666。瞧瞧你这出息，睁开你的猪眼看一下对面，哪里有阿泰？陆思成，你有病啊！你吓唬我干嘛？我还是怀念你在床上瑟瑟发抖，一句话都不敢说的样子。Cheers。你们说什么呢？不是，我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这种话你们也信？你们再打问号，我就关直播了。把我的成哥玷污了。哎。这位 ID 陆思成的小媳妇儿，我保证她还是你小相公，我才没有玷污她。但是至于她纯不纯洁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我是没玷污她，你有本事你自己去问啊。